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8面，648面，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啊，倒数第五行，如来万界寻修，若佛之见，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一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离三起，顿入佛智。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话了非常重要。现在社会普遍的缺乏了是孝道啊，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不知道恩德，所以当然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报恩。这个几句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这个恩德有多大。世尊所说的话我们要相信，句句话都是真实啊！佛菩萨决定不会欺骗人，凡是欺骗人的人，他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企图。佛距离我们现在3000年，他对3000年的后人，我们问他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啊？如果说没有目的，没有企图欺骗人，那就神经不正常。神经不正常的人能说出这么多经典吗？能说出这么多道理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理由啊，相信佛说的话，句句是真实话。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确实是久远界前积功累德了，所以这里讲啊，万事寻修啊，那不是短时间修成的，我们说生生世世啊。中国古人所谓的世世修行啊，积功累德世世，大概可以做到帝王，所以帝王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啊，是他多生多世修行成就的啊，都是修善行啊。如果是极恶呢，修的是恶行呢，他就到地狱去了，三途去了啊，一定是善行啊，才能在世间享受啊大富大贵。那么佛是无量界的修行，在受无界之前，他在人间为大国王啊，别人送他一个美号，称赞他的叫释饶王。释饶王是赞叹他这个世界一切丰饶富足啊，可见得
他福报大了。那么在中国历代呀，能称释绕王的，我想大概第一个人要算乾隆。乾隆真有福报啊，做60年皇帝，还做了4年太上皇啊，确实国力强盛啊，人民安乐啊，像这么好的一个皇帝，这么大的福报，那个时候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世，在遇到了云书生啊，听佛讲经说法，他觉悟了啊，觉悟怎么样呢？过王不做了啊，弃国捐王啊，他不要这个地位，也不要江山了啊，出家修行。啊，就在这个自在王佛面前出家了。啊，佛给他一个法名叫法藏，叫法藏比丘。啊，这是在设五戒之前。啊，那我们要记住，他过去是曾经无量劫积功累德。熏修啊，所以出家之后啊，也是聪明高才啊，发48愿，愿愿都是帮助苦难众生，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啊，48愿度众生。愿发了要兑现，这个愿是真的。如果愿发了的时候不能兑现，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要兑现得修行。啊，用多少时间呢？用5戒的时间，就修48愿，让48愿愿愿都圆满。哦，这一圆满是。本愿的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自然形成的啊，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施工啊，自然成就的。这个道理能信吗？佛在经上有一句话，很多人呢疏忽了啊，说起来大家都熟悉。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有人相信吗？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在想什么？就是48愿。啊，在极乐世界，处处你看得到。48愿成就了。这一桩事情几千年来，佛虽然在经典上常说，真正能明白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佛是好人，佛不妄语，佛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可是这个事情，这个意思太深了，真的不懂啊，这不懂就有疑问了，这肯定的。我们可以就近来比况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世界。经典上说的很多，一般宗教也说的很多，天堂地狱
天堂从哪里来的？善念成就的。天堂也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施工。地狱也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哪一个人造的。啊，这个我们读的很多，是业力所感的。业力所感跟愿力成就不是一个意思吗？啊，善业，自然天堂就出现；恶业呢，自然地狱就出现。啊，那最近的，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人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你梦到天堂，有的时候梦到地狱，好像是真的。你梦中的天堂谁造的？梦中的地狱也是谁造的？没人造啊。这不就是告诉你心想事成吗？那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握的念头多，握的事情干得多，晚上做噩梦梦到地狱啊，所以那是握念握行变现啊，善念善行呢就变现天堂哦，你到天上去了啊，看到天上许许多多落实啊，全是心想的。这个心想事成很难得，被近代的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不能不赞叹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一生研究量子力学，是个量子物理学家。啊，他用了不少的时间去观察，去研究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科学家发现宇宙之间只有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造成了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我们讲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就三样东西造成的。啊，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他就追根究底来追究这物质到底是什么，最后发现了，物质原来是意念变现出来的。那这不就是佛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吗？这一切法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出来的。那这个发现很了不起。但是佛发现更早，佛在3000年前就发现了，就知道了。啊，佛讲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心先识变。啊，心是自信，是真心。啊，这个物质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啊，有春夏秋冬，有生住异灭，有这些变化。那是识，识就是分别之处，就是念头。啊，他的研究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它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这个跟大乘相宗说的完全相同。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
由于一念不觉，这个一念不觉不好懂。什么是一念？什么是不觉？啊，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知道什么叫一念。一念给我们的关系有多大？啊，佛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第一代的祖师。佛问他，说：“心有所念，这是我们凡夫。”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念头，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组成这一个念头？啊，他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这些话我们问不出来呀，只有佛才问得出来呀。相呢，物质现象；时呢，精神现象。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精神现象，有物质现象。佛和问的有几多？啊，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了、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8000是10万。一百不起，32亿乘10万，320兆。我们起一个念头，是多少细念呢？一念里头，在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有320兆的。心念，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从念头来的，形皆有实。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实是什么呢？受想行识，每一个念头里头统统。那么现代科学对时间计算是以秒为单位，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能弹4次，我相信比我弹得快的有，身体比我好的年轻人，啊，就算弹5次，5×320，1600单位是兆。一秒钟啊，有1600兆的个细念啊！如果我们这个念头粗一点，一秒钟，那个里头就1600兆。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啊，但是物质现象的生灭，你要记住，它生灭的。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里面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实实在在，所以这叫实相，就真相啊。啊，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有精神就有物质，有物质就有精神。啊，精神就是它有感受。啊，物质有没有感受？有。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活的不是死的。任何物质现象，它都有感受。啊，最近这十几年，东京的江本慎博士用水做实验，水是矿物，真的证明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用善念对他，你看在实验室里头产生的结晶非常之美。用恶念对他产生的画面非常难看。啊，几十万次的试验，一个差误都没有。最美的图案是什么呢？是爱、感恩。啊，这两种两个意念呢，图案最美。所以江本问我，他说：“爱跟感恩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告诉他：“你说的没有错，宇宙的核心确实就是爱。”啊，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中国古圣先贤就知道了。啊，所以中国千万年来世世代代的教育就是以爱为核心。啊，中国传统教育是爱的教育。啊，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五伦里的父子有亲。啊，父母跟子女那一种情爱，那是天性的，不是人教的。啊，特别明显，我认为是小孩子三四个月，啊，三四个月大的婴儿不会说话，你在旁边观察，父母爱他。他对父母那个表情能体会得到，不会说话他的动作表情能看到，对，那叫什么真情流露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是自信的流露，啊，一丝毫虚伪都没有。啊，我们老祖宗明白了，那这个好啊。啊，那要怎么办呢？这种亲爱如何能保持在一生当中都不会变质？就想到这一点。那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缘起在此地，目的也在此地，最后圆满还在此地。啊，必须用教育做手段。所以中国教学目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保持这种亲爱永恒不变，第二个呢，让这种亲爱发扬光大。啊，知道爱你的祖父母，啊，
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亲属，就家族，然后扩展到爱你的邻里乡党，爱社会，爱族群，爱国家，到最后凡是人皆学爱，是这个教育啊。啊，那我们想，我们的老祖宗给了我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永恒的爱呀，永远不会变质的爱呀。后世子孙干什么样的坏事，老祖宗的爱始终不变，没有改变。啊，你做坏事，惩罚你。啊，打你骂你，全是爱啊，没有怨恨啊。啊，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精髓之所在。现在没人知道了。啊，那佛法的爱，也是以我们传统文化为基础，他扩得更大。他不但爱人类，他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爱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不爱的。那这是佛法，佛法可以把这爱做到究竟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特别是经中以佛智之见呢，开示我等普令我说，佛智佛见，佛所知道的，佛所见到的，我们见不到，我们不知道。啊，他把他所见到的、知道的详细讲解给我们听，启发我们，帮助我们也能够证悟。方法用得更巧妙，依佛果觉了，做我因心。这个果觉什么？就是佛的名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佛的果觉。阿弥陀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可以翻译，他不翻译，这什么意思？叫尊重不凡啊，翻音不翻字啊，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翻成中国字，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慧。所以他的意思是无量的觉悟，无量的智慧，是这个意思。啊，究竟圆满的觉智，就是自性，啊，就是真心。所以名号是自信的德号，是真心的德号，不是外头的。啊，经典上讲，
古来祖师大德常说：“自信弥陀。”我们都听到耳熟啊，唯心净土。唯心净土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心现。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全都已经转识成智了。有能力转的自己转，没有能力转的阿弥陀佛帮助你转，因为你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他老人家加持给你，帮助你转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识，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极乐世界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些呢，它只有现象，它不会变，不会改变。所以极乐世界一切万象它都是永恒的啊，我们这个世界不行。一切法，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它都是刹那在变。为什么？它是一种波动的现象。刚才讲了，它的频率是一秒钟1600兆次，就是它的振动，一秒钟那么多，啊，永远不停。所以我们的现象是一种相似。相续相啊，极乐世界的现象不是相续相思想啊，它是永恒的，永远不改变的。为什么？它没有识，识才会变，已经转识成智啊，永恒不会变。寿命很长很长，人不会变老啊！而且相貌的庄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观经》上说的详细啊，《观经》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相好，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种好里面都会放光，光中化佛，菩萨围绕，非常庄严的。啊，那么在48愿，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愿望是希望。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人人平等，头一个相貌平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个个都是身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因为他们有变化了，转世成智，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也个个都是无量寿啊，这个事情决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历史上修学这个法门啊，往生的瑞相记载的很多，我们在这一生学佛当中也亲眼见到过，也亲耳所闻，不是假的。
啊，这一桩事情呢，我们明了之后一定要争取啊。啊，敬宗是大臣，我们明白了，要把这桩事情告诉别人。单单口说还是不行，口说没人相信，要自己做出来给人看啊，别人就相信了。啊，有人问我们什么是佛教，最简单的答复，古人鸟科禅师告诉白居易啊，白居易那个时候做杭州太守，就是现在的市长啊，鸟科禅师也很有一点名气，趁他在鸟科，他是在树上做了个小屋啊，他就住在那个树上，像鸟一样，趁他鸟窠禅师啊，白居易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他说了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后头还有两句。啊，鸟窠禅师只说这两句。啊，后面是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他就说两句。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这三岁小孩都道德了。鸟窠禅师接着一句。三岁小孩虽然道德，八十老翁做不到啊。白居易听说，点头想了想，对。啊，这是佛在经上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十二个字，是诸佛教。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就这十二字啊！这十二个字就是三藏经典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律藏戒律，自尽其意是经藏跟论藏。啊，释迦牟尼佛49年呢，就讲这个东西啊。除这个之外，他没讲啊。啊，而这些东西确实就包罗万象了。啊，我们现在将它分为五大类。啊，佛一生讲些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哲学，讲科学。啊，这五个科目都讲到究竟圆满。啊，这是佛用果觉做我们引心，果觉就是阿弥陀佛。这就名号，我们今天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口念不行，心里头得有啊，有口无心的不产生效果啊。古人讲得好，口念弥陀心散乱，说喊破喉咙也枉然。
啊，最重要的是心里头真有啊。啊，只要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再能把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意思都搞明白搞清楚了，那你就太殊胜了。那怎样搞清楚呢？这一部经就是讲南无阿弥陀佛。啊，你把这部经真的理解了，真懂得了，透彻的明白了，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比什么都大。啊，他能够帮助你在这一生就做佛去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的成就不会比他逊色。所以不需要长时间，不离三期。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这讲时间不需要顿入佛智。啊，顿是立刻，你就能证得佛智。此证佛之深恩的，这是我们这才明了啊！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德啊？知恩报恩，不知恩他就不会报恩了啊！知道恩德了，这就晓得报恩。啊，这个恩怎么报法呢？我等遵依佛事，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入实相般若，是名净和佛门。和是承担领受的意思。啊，我们就会遵照，真正会遵照佛的开示。啊，从文字般若，经本是文字，而起观照，经典里面的道理明白了，经典里面的教诲记住了，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观照，也就是全用上了。啊，现在人所说的活学活用，啊，不是学了没用，管用啊，活学活用啊。入与实相，这个入是你证得啊，证得一切法的真实相，对于这些现象彻底搞清楚了啊。科学家今天发现了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被他们发现了啊，还有一个自然现象究竟是什么，这个还没搞清楚啊。物质可以说是透彻清楚了，精神只知道一半啊。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现在还是问题。那科学家的报告说，精神现象是无中生有。啊，这个话我们听得懂，一般人听不懂。那无怎么会生有啊？
啊，佛告诉我们，精神现象是从哪里来的？从自信生出来的。啊，自信能生能灭，但是自信它本身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五根接触不到。眼耳鼻舌身身都接触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所以你也想不到，第六意识对它不起作用，它不是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自然现象，能生物质现象，能生精神现象，它能生，所以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啊，因为它什么现象都不是，科学、哲学想不到它，科学的时候发现不了它，所以说它是空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这个现象，全是它变现的，连虚空都是它变现的，虚空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无也说得相当好了，但是这个无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能做空无讲，它有。啊，它能生能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能变。啊，此地祖师注解的意思，必须我们能证入实相，这才是真正报恩者。我们没有证得实相，不能说报恩恩。啊，真实相是事实真相。啊，彻底明白了，觉悟了，我们就成佛了。入于实相就成佛了，自己修行成佛才叫报佛恩。为什么？佛就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下面是念老的意思了，以此经中啊种种教诫。端正身心，植物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恒生四土，圆正不退，才是真正净佛也。净于佛者，这个净字多难。啊，磕头顶礼不算是敬啊，那是敬的外表啊。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往生的，圆正不退了。圆正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几句话由前而生，循序渐进。首先呢，
是经中种种教诫，要读经，要求解。经里字字句句什么意思？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就真干。真干首先端正身心。身要端，心要正。从最浅显的说的，端身要有礼貌。现在人礼没有了，身不端了。心里面有妄念。心有妄念，心就不正了。我们老祖宗决定不能够轻视祖宗，小看了祖宗。现在人这个毛病很普遍，认为老祖宗不如我们。老祖宗点油灯没有电灯，老祖宗出门牛车马车哪有汽车这么方便，认为老祖宗比我们差很远。错了，大错特错。老祖宗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智慧。为什么？老祖宗他们确实端正身心，植物修善，我们做不到。我们身不端，心不正了。标准在哪里？四书里头，《大学》一开头就讲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要怎样正心？前面有三个条件，从哪里开始？从格物致开始。物是什么呢？物是欲望。格是格斗，就是说你要跟你自己欲望去打一仗，要把欲望打败，你的无就割了。人要没有欲望啊，割无之后致知，你智慧就生起来了。你有欲望，只有烦恼，哪有智慧？清净心生智慧。这格物致知。致知而后意诚，真诚心才露出来。真诚心起作用，真心。这不是佛说的，这是我们老祖宗说的。说得很详细。只要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心就不正了。心不正，身就不断。身学再多的规矩是假的，装模作样，不是从诚意里头流出来的。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装的，不是真的。这四个字，端正身心，你才能止恶修善。
啊，不但我的行为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你多自在啊，多快乐 啊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一片纯善。啊，这个做人做到圆满了，可以了，然后叫你发菩提心，你就可以学佛了。前面都是讲的做人，人做好了可以学佛，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就是经题上讲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心，这是菩提。啊，我们在这个经上讲了五个：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正觉，这五个。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都是从它流出来的，清净平等正觉是自受用，对待自己啊；慈悲心是对待别人啊，对别人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要觉悟啊。实在是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学三慧，三学是戒定慧，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啊，三学也是三宝。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佛法僧呢，自信里头的，不是外头的。啊，你要把这个发出来，从这个基础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真是功德。啊，我们今天也念佛，前面这个都没有，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很浅，不能感动佛。如果照前面的通通都具足了，啊，从端正身心、直卧修善、发菩提心，那你。就像佛在经上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念佛跟佛相应呢？啊，跟佛相应就会把佛念来。啊，佛在你面前现前了，浑身是土。啊，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超越三界二十八层天啊，超越这叫恒生的 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圆灯不退，这一句话特别重要，是个圆字。我们知道三种不退，位不退，虚脱还就证道了；决定不退到三恶道，
须陀洹没出六道轮回，他生活在人道跟天道，就是这两道轮转，不到没有三恶道，位不退也。第二是行不退，菩萨决定不会退到小乘。第三是念不退，化身菩萨，念念去向无上菩提。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一念。希望能够其如无上正等正觉，故曰：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呐。这一句，我们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学习。这才算是个净。我们讲净，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是大善的。大者，即大方广之大，具足对待强名为大了。此云大善，为无上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为什么？它能帮助你圆满成佛。又会说曰：三业尽风是为尽。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三业尽风。下面有注解：一、即至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于如来；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乃名净佛也。你看，标准在此地。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这叫净佛。非同世俗，但以分享礼拜为净佛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烧香礼拜是形式，大乘佛法对这个不重视，重在心。心地最低的标准是清净。你看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上中下三等。下等的下品的清净，中品的平等，上品的觉悟开悟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密宗常云：清净三门性上师啊。一身口意供养上师，均是此意。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道理。
如是敬佛呢，是为大善，又会说佛如善见药啊，见闻悉得业，故为大善。啊，佛好像是比喻善见药，你见他，你听他开示，没有不得利益的。啊，见他，被他的气氛感染。也就是佛加持的。现在的话讲磁场，佛用磁场加持的，佛用氛围加持的，你气入他这个氛围，你会感觉到心非常安稳，啊，非常快乐。啊，跟一般场合决定不一样。啊，受到他佛经的授予，啊，他老人家的功德、修行功德了所加持啊。所以见闻习得业了，故为大善。再看下面一段，时当念佛，戒断惑疑。特别强调念佛，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了。念佛能够化解一切灾难，啊，是真的。就是人不容易相信啊，灾难来了，为什么念佛能化解？这个道理很深，不是短时间能讲得清楚的啊。我们这部经已经讲了1000多个小时了啊，这1000多个小时你要是通通听下来，我相信啊，你对念佛功德就相信，你知道这个不是假的，真有好处，真能解决问题。以念佛方式净合佛根，啊，这也是报恩的意思。为什么念佛？报佛恩，盖一尘怨海六字红名，设为佛恩中最上之恩。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称是自信全体的德号。诚心诚意念这个名号，不是在自信里得一分利益了，得圆满的利益了啊！因为它是无量智慧、无量大觉，所以你得到是圆满。啊，那么你念这个佛号，你究竟能得多少利益，完全看你的存心，你的心要圆满，你得到是圆满，就是心里面那个净沉静。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静你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百分成净你得百分利益，千分成净你得千分利益，那万分
诚信呢，你就得万分利益。个人的利益不一样啊，啊，同样是一句佛号啊，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首先你都要认识啊，要认识净宗的一尘怨海，这是究竟圆满的大法。要认识他方法的巧妙，这么简单，就一句名号。一句名号跟一尘怨海相应啊，不是局部的相应，是圆满的相应。所以说是佛恩中最上佛恩，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啊，那通常在初学的人心里有佛，心里想佛是意义，口念佛是身意，是口意，身礼佛啊，对佛表示那个恭敬是身意，叫三业敬奉。三桩事情都是阿弥陀佛，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身口意通通都入在阿弥陀佛当中，时时真实归敬。我们讲皈依佛啊，实际上的皈依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没真皈依。真皈依呢，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舍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不想啊。啊，那我要问，如果有事情来了我怎么办？你今天没入这个境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啊，高明了，你是自信般若给你办事，那还能办错吗？啊，我们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他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全入佛中了。他没有杀念。有人有事向释迦牟尼佛请教，释迦牟尼佛随口就给他解答，真的把他问题解决。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想象？哎，他这个问题，我的想象怎么答复没有？
自自然然就把它解决了。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碰到事情，佛没有了，去想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处理，佛没有了。你得不到佛的加持。还是靠你那一点小聪明、小智慧去办事。往往事情办错了，自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你从来没有真的把佛放在心里。我放在心里了，一有事情放在心里，佛就没有了。假的。所以想想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不能怪佛，得怪自己。事情办好了，侥幸。事情没办好，应该的。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啊，实施真实归境，这真的归依，真的敬佛。若于真实念佛，手续戒断狐疑。这句话重要啊！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切入境界？所以一定先是断疑生信啊，狐信多疑。故云狐疑，讲到这个怀疑啊，都用狐狸做比喻，狐狸的心是多疑的。行人不能倔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这是许许多念佛人修行人，不敢真干。你比如说佛教你一切放下，就是不敢放下。可以放一点点，还得留一大半。不就是干这个事情吗？他不敢全放下了，那我全放下，明天我生活怎么办呢？马上就怀疑了，这佛的话不能听啊。你要去请教你的朋友啊，请教你的长辈，可别听佛的话。你上当吃亏，他不负责任啊。都用这话来告诉你。所以能不狐疑吗？实在讲，这个不是相信佛的话，是相信自信。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的呢。佛给一切众生的感应是这个东西。信佛就是信自己的信德。不要信自己的烦恼。我们起心动念胡思乱想的烦恼。你相信烦恼，不相信智慧，这就吃亏了。所以信佛是相信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是这么个道理。那么真实信佛呢？头一件事情就是把怀疑断掉，戒断狐疑。因为疑不断，不敢依教奉行，总是有很多很多顾虑。当知一根未断呢，就是罪根呢。我们忏悔呀，忏罪根。忏罪根就是断疑，
用什么方法来断疑？你对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疑就断不了。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世尊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为的什么？帮我们断疑，帮我们把这个罪根断掉。贪嗔痴慢疑，五毒啊，毒害啊！这五样东西，对我们自己身心来说，是病苦、病痛。这五毒啊，带给我们的病啊，病毒啊，身心不健康。对我们居住的环境来讲，它带给我们灾难啊。这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贪心带来的水灾。尘会带来的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尘会呀。愚痴带来的风灾，傲慢带来的是地震，不平。怀疑最严重。怀疑带给自己最深自身的，就是免疫系统瓦解了。一切病菌很容易侵入。对外面环境呢，大地松了，本来大地坚固的，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坚牢地神呢，现在大地松。你看好像无缘无故地塌下去了，地陷下去了，山崩掉倒下来了。山崩地陷的原因就是疑，自信心没有了。我们现在去问问，有几个人有自信心？你能相信自己吗？不相信。你能相信别人吗？不相信。父母不相信。尊长不相信。兄弟姐妹也不相信。现在人真是不得了，这可怜了。祖宗不相信。古圣先贤不相信，所以这些经书都不相信。佛菩萨不相信，佛的经典也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对警察也不相信。没有相信的人了，这活在这个世间，他的心怎么会安定下来？他怎么会没有痛苦啊？太痛苦了！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啊，这是罪根呐，一根未断呢，就是罪根呐。倘失心失意，半信半疑，这种人。绝大多数学佛的人多，这样的人多，真正信的人太少了或者是勉强是念大众在一起念佛了有几个带头的大家跟他一起念，就是一众靠众，那都是
实心实意，半心半意，勉强是你，意是为安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心不在焉，啊，有口无心的、或心虽念佛而心慕他宗，皆非真实念也。这个地方讲的都是眼前事实真相啊，心里面跟大家念佛，心里面还想别的啊，这他宗的比如参禅持戒啊，念咒啊，甚至于还想气功啊，怎么样帮助身体强健，搞这个，想这些东西，心力分散了，不能集中啊。而佛在大小乘经里头都是教导我，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他的心思太多了，他不能集中。换句话说，他哪一桩事情都没做好。啊，这是许许多多人讲到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不知道，找不出病根。殊不知病根，你看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明白啊。下面说要知疑情不断，真心难生，幸运有亏，自量欠缺，这就是他不能往生啊。说谁呢？说念佛的人，不是说别人啊。信净土的人，修净土的人，最后不能往生，原因就出在这。啊，换一句话说，疑情不能不断，正念不能不生。啊，我们断疑生信，发愿求生，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故须戒断怀疑。戒断狐疑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读经。读经读下去，听讲啊，听明白了，听懂了，经就可以读得下去啊。读经读不下去还是信心不足啊，所以要听讲，听讲帮助你断疑生信啊。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凭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人，才是如是，才是大善啊。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念老在下面这一段告诉我们，上面断疑而念佛，
下面再跟我说呢，念佛能断疑。安乐记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嗔痴，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矣。这个话对我们现前的开示非常有效啊！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啊，现在连科学家也不忌讳了。明年2012年快到了，大家都知道，玛雅灾难的预言，科学家都在讨论我们怎样应对。啊，去年8月，有好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啊，2天的会议。他们邀请我，我没去。啊，我派了净宗学会学院8个同学去参加。啊，会议完了之后，他们写了一份报告给我，写得很好。第一天的会议是报告科学最近的发现，啊，他们的研究报告非常有价值，啊，跟佛经上所说的越来越接近，肯定意念能够改变环境。啊，今天外面这个物质环境的灾难，科学没办法解释。啊，意念能解决。啊，回心转意。啊，第二天呢，专门讨论的灾难问题，就是2012的问题。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他提出来的是最为杰出，跟佛法讲的一样，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赶快觉悟。啊，弃恶扬善，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断中之断，啊，地业殊胜。这他没说到，他只说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当然不能够有邪思，不能够有妄念。啊，我们敬宗佛祖师教导我们，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念念呢都回归阿弥陀佛，这个端正心念是第一端正的。啊，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向更好的走向。
这个报告有价值。啊，2012越来越近。啊，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了。啊，不管人家怎么说法，最好是不要听。啊，不受他干扰，这个重要。啊，我们知道四面八方传来的这个信息很多，自己要有主宰，一句佛号念到底，平安无事啊！啊，不要灾难还没有来，先被这些传言吓死了，那就真不值得了。你不能不会死，你被他吓死了，你说你冤不冤枉？我说的话不过分呢，真有人被他吓死啊！所以心里一定有主宰，端正心念，决定没问题。啊，相信我们的善的意念越来越强。啊，具有善意念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地方啊，大灾难就化成小灾难，小灾难就没灾难。决定要有信心。安乐集啊，这段话说得好。若能常修念佛三昧，啊，老实念佛。能除贪嗔痴，啊，一定要把贪嗔痴慢疑念掉。啊，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障碍悉皆除也。啊，现在、过去、未来都不要去想它，只想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现在、过去、未来灾难都没有。愚痴少知，心则惑矣。念佛除痴，痴情疑情自断。莲池、临风两大师均云：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莲池大师、欧耶大师，临风是欧耶大师，莲池是第八代的祖师，欧耶是第九代的祖师，啊，是为念佛同学最敬仰、啊最佩服的两位大德，他们都是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妄念呐、啊，妄念都不怕念佛。妄念再多，不要去理会它，把我们全部的精神集中在佛号上，只想佛号，不想妄念，妄念自然就少了，自然就没有。啊，不要怕妄念，我念佛妄念多了，不敢念了，错了。啊，越是妄念多，越要去念。啊，念了妄念还是很多。我曾经教同学，他们就做实验，效果还不错。我用什么方法？念佛机。念佛机你戴耳机，不要吵到别人。你把声音放大，吼、哦，唱的是满的是声音，全是阿弥陀佛。那其他的妄念就不会进来了，啊，就大声念，啊，大声念怕吵到别人，
用戴耳机啊，用念佛机啊，这个大神就震撼自己啊，把妄念把它吓走，这个方法有效果。这个祖师提供我们念佛的方法，此乃适当念佛戒断狐疑之又也矣。啊，又是一个意思，都讲得通。下面，拔住爱欲，这是断烦恼啊。下面警心云：拔欲者，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故劝拔除爱欲。我们冷静去观察，去思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烦恼，这烦恼从哪来的？实在说呢，欲望太多，欲望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时候叫人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什么道理？小乘偏重在断欲，啊，最重要的断见思烦恼，从见惑下手。见惑先从根本下手，啊，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我。每个人什么都会忘掉，我不会忘掉。啊，那么我是所有烦恼的根，要是无我了，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啊，都是从这里起来的，所以叫先破我见。啊，五种见惑叫身见，先破身见，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88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啊，方法呢？你看37道品里面，从四念住下手。四念住是智慧啊，是看破啊。啊，观身是苦啊，这头一条啊。啊，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从这里下手，啊，身不干净啊，身是严重的染污，啊，能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的念头会改变。改变说借假修身修真啊，我要修真，这是个工具，我要利用这个工具修真的啊，假当然也不能够随便把它糟蹋啊，也要爱护它啊，但是你不要执着它就对了。
啊，你可以用它，啊，不要去执着。这佛教导我们的，可以受用它，不可以贪念它。啊，不要因为这个身引发你贪嗔痴慢疑的五毒烦恼。啊，我用它，决定不许可它，啊，引发这个烦恼习气。这是入道第一个关口。啊，知道什么呢？身不是我。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人家要你看，马上就可以送了。啊，所以你就会把生死看得很淡。啊，学佛第一个承认，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啊，我永远不会死的，死的什么？身体。啊，就像衣服一样，我不会死。衣服要是脏了，换一件。啊，坏了换一件，身体坏了再换一个。啊，就这么简单呢、啊！不要去老念着他了，念着他就错了。啊，什么是我？世间一般人把认为灵魂是我，灵魂有没有？有，真有。啊，我们每天要细心去观察，很清楚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不是身体在做啊，身体不会做梦啊，啊，是我们的精神在做梦。精神就是灵魂，就是灵性，它不会消灭的。啊，人死还不就跟做梦一样，做梦没有醒过来。这人家死了，他没回来。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相信轮回是真的。啊，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先说出来的，啊，而是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啊，轮回这桩事情在印度是非常普遍，没有人不相信。印度宗教很多，印度研究哲学的学派很多，他们普遍信仰的都是修禅定。在禅定境界里面，时间空间没有了，所以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是清清楚楚。这不是一个人，只要修四禅八定的人全知道。它是事实真相啊，都不是假的。啊，知道六道就知道自己不死啊，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这个身舍掉了，身死了，哎，他又找个身体。啊，找身体能不能自己做主？不能做主。谁做主呢？业力做主。啊，就是你的念头，你善恶的念头，
善恶的行为，这个东西做主。啊，善的力量强，你就到三善道去受果报。啊，你到人间来了，你升到天上去了。啊，天有28层天。啊，你到底升到哪一层，与你修学的功夫有关系。啊，你造作的罪业，罪业去除的地方很多。啊，虽然讲的三途很复杂了，畜生都复杂。啊，从龙象这大的动物，到云飞软动小蚂蚁，那做畜生，你是到你受哪一种身呢？啊，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寿命短的并不是真短，他死了又投胎，那做蚂蚁，死了之后又投蚂蚁胎。啊。释迦牟尼佛在佛经上跟我们讲了一段事情，起源精神，他看到有蚂蚁就笑起来。啊，这弟子们问佛陀为什么会笑，佛就指着蚂蚁看，七尊佛出世他还做蚂蚁，不是蚂蚁寿命那么长，死了以后又是还在这一窝，为什么？他执着，他留念，啊，他舍不得离开，老是在这一窝。七尊佛过去之后，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说明畜生道的执着比人严重，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事情很可怕了啊！所以我们对身体不贪念，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用它啊，绝不贪念，贪念惹麻烦啊！要认真念佛，念念想着佛，来生就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就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理啊！心里面呢，想着佛，想着极乐世界，想着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是一佛念佛了，现前到来必定见佛。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